最新消息，一名禁毒警察的遗体昨天晚间被发现抛弃在远山县的公安局门口。据警方新闻发言人透露，苗姓警官一月前在远山镇附近失踪，并且遇害的。 在获得马家的信任之后，案警方的预案继续进行侦查工作，情报源源不断地传给警方，为下一步的行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行，我们就前面吧。是那么样的晒一晒，吸引我所有的注意。 你在想什么？没想什么。你都不怕吗？怎么都不哭？怕有什么用呢？姐妹们，我们唱首歌吧。林中有两条，预备，唱。林中有两条，小路都望不到头。 我站在岔路口，伫立了好久，一个人没法，同时踏上两条征途，我选择了这一条，却说不出理由。 一条，把小路一点也不差，也埋在没有那脚印。妹妹，吃完了吗？吃完了。吃完上楼去，我们有点事要谈。嗯。 根据我们的情报，边防部队又开始野营拉练了。3个月，他们已经野营拉练演习了2十多次了。这有什么好新鲜的？我们的关系不是说了吗？他们是在响应号召，加强训练。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这次是冲着我们来的。
我去打个电话。怎么了？我领你上山玩吧。又去啊？两个月你都去了多少次了？你不腻啊？那我自己去。哎，那我也去。我先去换衣服吧。喂，我这边有云，是不是要变天了？没有，我这边晴天。如果变天，我会告诉你。好，辛苦。放心吧。没事儿。西伯利亚狼上山了，旁边是布谷鸟。王弟，队长，后面跟着辆车，二号目标，跟你上山了。王弟，我看见了 ，A 组无声战斗。B 组按计划接应完毕。收到，完毕。收到，完毕。一号，我是野狼，由于发生了突发状况。不是骗我的，我爱我的祖国。这个骗子！三哥，对不起。小野，站住！你不能在这儿。起来！还要呼吸，还需要手术，快去引战医院，要快，快来！告诉我你是谁？是小说。你是西伯利亚狼！你看着我！你是中国陆军特种兵。走。去。
干的。走走。赵国陆军，谁提高？狙击手手，快点！转过来，转过身来。特种部队，老头，算你有眼力劲儿。我在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的排行榜上，不是榜眼，也是探花。对我说话客气，客气个蛋！我可以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。闭嘴！这儿没人要你的臭钱。走。我给了你我的女儿，给了你所有的爱，你就这么报答？这是我的使命。走。中华利剑行动获得了圆满的胜利，远山镇毒贩集团以及周边的据点，这颗盘踞在祖国西南边境的毒瘤彻底被连根拔除。特种部队要进山去完成搜索剿匪的任务，而我的小影还在远山镇救死扶伤，我不知道下次见到是什么时候。小郑哥哥，这么多天我没有和你联系，是因为我不敢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总是忘不了他了。你还愿意见我吗？装，兄弟，对不起，是不是走错了？你是叫小庄哥哥吧？哎，对对对，请进。啊，好。伙食不错呀，听着吗？哪儿来的牛？挺好的。别他妈胡说八道。你赶紧说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封面出来了，你看看满意不？怎么样？就等你了，什么时候写完？还不知道。
不知道，为什么？因为到了最艰难的时候了。最艰难的时候？是萧颖。萧颖死了？什么事儿？这么早？丫头在吗？不在。啊，在，在在在在，她在呢。那你让她接电话。哦，她睡觉呢，我叫不醒她，你知道的。睡太死了。你把她叫起来吧。我真叫不醒她，她正睡着呢。那好，那我去叫。啊？这个就是丫头男朋友住的地方。嗯。他是干什么的呀？是一个导演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丫头，你交了男朋友，不能跟我说一声吗？为什么要骗我呢？我没有想骗你，我想以后告诉你的。妈，你来的不是时候，他情绪很不好，你先回去好吗？他打你了吗？没有没有，他对我很好。妈，你先回去吧，下次再见他。怎么了？我就不能见见你男朋友吗？不是，他真的情绪不好。进来吧。他是这当中的一个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原来是特种部队的。对。退伍了。十一年了。你这儿挺不错的，挺有点布鲁克林艺术区的感觉。妈，他就是小庄，他当过特种兵，是戏剧学院毕业的，他是作家还是导演？小庄。那什么，坐吧，别站着。好。嗯，妈，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啊？你先出去，和你表姐待一会儿。我想和小庄单独谈谈。妈，怎么了？我不能和你男朋友聊一聊啊？去吧。对不起啊，小庄哥哥。没事。你怎么把我妈带来了？我也没办法，你妈都堵我们家门口了，你说我怎么办？我已经尽力给你拖延时间了，我实在是没办法。那我现在怎么办呀？
你要是有什么话，可以直接说。我说了，只要你不是想伤害他，你们之间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干涉。但是，如果你想伤害他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我想你应该理解我的意思吧？嗯，我能理解。那就好。你是学艺术的，有没有想过出国？去国外？对，去美国发展。去好莱坞发展，是我从小的梦想。不过现在不是时候，我想等赚够了足够的钱再说。我相信我自己，早晚有一天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导演。好，有志气，那这样就好办了。你和丫头一起去美国。本来丫头很快就要出国留学的，可是我没想到她竟然在国内谈恋爱了。既然你们已经在一起了，我说了我不会干涉。我欣赏有志气的男孩子，而且我也希望丫头出国以后可以有人照顾。你就和她一起去美国，我呢会帮你联系南加州大学的电影系，那可是美国最好的电影系。至于你们以后能不能在一起，我无所谓，只要丫头开心我就开心。怎么样，我这个家长还够开明吧？我就不送你了，你是丫头的母亲，多的话呢我就不再说了。我想我们的谈话应该结束了。我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吗？我的每一步都是靠我自己走出来，以前是这样，以后我也会一直这样走下去。你知道你现在放弃的是什么吗？知道。那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并没有恶意。因为我曾经是一名中国军人，我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尊严。我只是想给我女儿幸福。这个我明白，那是你应该做的。但是我现在只是个普通人，我可以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还是要我的尊严。好，有志气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不会再问什么了。打扰你了，那我走了。妈，怎么了，丫头？你跟他说什么了？能说什么呀，只是了解他一下而已。妈，他性格特别傲气，你没有乱说吧？我也感觉到了。丫头，你是真的爱他吗？嗯。你会吃苦的。我准备好了。那好吧，那你自己决定吧，知道你安全就行了。谢谢妈，你真好。好了妈，你快回去吧，我没事，你就放心吧。再见妈，再见。你呀，妈，再见。开车吧。快走啊，走啊。小张哥哥，我妈回去了。
我们分开吧，我们俩不合适。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？你可以说，我改。你都很好，就是我们俩不合适。是不是我妈说什么了？你妈她人挺好。那你为什么突然这样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们俩在一起不合适，我心里有别人。我知道啊，我不在乎。我在乎，我爱他，我以为我可以接受别人，但是我发现我错了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，等你接受。不用等了，行不行啊？我爱他，我接受不了别人。你先走吧。我不走。走！不要这样，我害怕。我让你走。我不走。滚！走！走！滚！走！你要照顾好自己。这里是移动秘书台，请您留言。告诉他，我真的要走了。
先生，您有一条留言是丫头的，她说我真的要走了，明天下午3点的航班去美国，我不在的时候小庄哥哥要照顾好自己，我爱你。别哭了，我真的很好。
要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怕你心痛，我不要你痛，我这样你会很痛很痛，你会小庄和小英就要见面了，可是小英痛过就会痊愈的，我想痊愈，等我好了以后我就去找你，啊？你要来美国找我吗？嗯，不欢迎。你来找我干嘛？我要把你追回来。所有的痛我去找我等你，我爱你，不能没有远山镇战役持续了28天，我们也在深山老林里以毒贩的残余骨干周旋多日。我们是第一批到达战区的部队，也是最后一批撤离战区的部队。西伯利亚龙，干嘛？我们好像接近某个地方了。什么地方啊？你要不认这媳妇儿，我可认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哎，你笨小子。我们都知道，就你不知道啊！这不就是公安边防某部吗？对呀、啊，那我走了，我看小媳妇去了。不行，我们必须在规定时间赶到机场。等个屁！天浪晚上才来接我们呢。到喽！把你所知道的贩毒网络统统交代出来，争取宽大处理。枪毙我吧，早晚的事儿。那还问什么呀？你还想不认罪吗？这些都是你的犯罪证据。那我就跟你磨磨功夫。什么人啊，这么吵，真没素质。就是怎么也没人管管，好像朝我们这儿来了。给军工科打电话。这都什么人，太过分了，一群土匪流氓。是特种部队。同志们好。你好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说还是不说？
他在耍花样。这事儿不用你们管。